一向最近的所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！这段时间是咱春天必生公园所提供的节目，在咱九点到十点，在新闻林之声调频广播网八九点三做了播出。也感恩啦，咱的好朋友每一天来收听咱的节目啦吼。明仔就是11月18日，就是吼咱开灯啦吼。咱讲请神开灯。啊，希望讲咱的功德发挥，吼、哦，咱的这个吼啊，伫咧做着咱的这个拜道了吼，拜道积安，吼、哦，拜道积安积福，这嘛算是讲吼啊，咱的甲众生呢做功德了吼啊，大家呢会当呢吼积福积安，拜道发挥。明仔呢8:30，啊，咱讲请师上座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雕刻恩情了吼。然后就是要开灯啦，就是咱每年无顺年的灯，就是咱讲拜道道灯。来，咱即卖收听一个吹苏门刀。上山求名师，云深不知处。天涯路，踏遍五湖处。借问老樵夫，不知是何处。何必费功夫，是在泉真处。听是在道歉啦吼，咱咧讲到这个吹苏门刀，当然嘛是要吹咱唔捌的啦吼，啊捌的咱都已经捌啦，唔捌的咱来追求捌。从天生万物，均有其用啦，讲上善者有其弊，必报其利啦吼。所以咱常咧讲吼，啊日时啊想啦，暗时啊想啦，常常想想讲咱人是要安怎做才会佫较好，运佫会佫较好。所以呢，吼，人呢需要啥？人需要补充咱的心灵上的知识啦，吼。像昨呢，都一个师兄咧讲，人讲好心吼，会互雷金呢，我摕物件去用食，搁用嫌了吼。我讲啊，是安怎？你敢有做甲，互你感觉讲安尼？嘿，不值得你，吼。
啊，无记得你安尼吼，安尼铁马徛咧安尼吼，真认真。伊讲吼，我伫公园边啊遐，就看几个拢伫遐应应啦吼，啊拢无创啥吼，啊就伫遐做应人，像咱张梅香咧讲着讲，人咧做这个一个讲节油啦吼，咱讲节油，伊就讲啊都足好心的啦吼，人个胖点对无？迄胖点。啊，都今日日会再去做，还较阴暗吼，爱就会讲啊，这卖不了的吼，啊，这就算讲吼，要拍掉啊，你就想讲无菜啊吼，啊无菜，你就甲捡捡咧吼，啊，就想啊，摕来伊啊吼，啊，就一拢伫遐吼，啊，拢阴阴伫遐咧练身咧，啊，无咧做工课吼，啊，就问看要食无安尼，啊，恁摕物件去予伊，啊，伊佫用迄种眼光甲恁看，敢若袂输讲咱这是假好心迄种意思安尼，啊，刷了几个会问讲啊，这是过期的无？哦，你干嘛提过期的来还食呢？哦，伊讲梅香师姐好人足歹做呢吼，那是讲孝服啦吼，而且都在时做诶。吼，我咧下晡人咧，人咧胖店人拢打工吼，无甲留甲过工。啊，咱想讲安尼，因都吼拢伫遐，啊，咱就甲捡捡咧，啊，腿背起来，我足欢喜诶了，提来要红食了。啊，人结果用一种很不屑的眼光甲我看，所以结果问我讲这有过期诶无？哦，实在是吼。要讲话，师兄，咱若要做，就用欢喜心去做啦吼。所以有时讲，咱讲做节油啦吼，还是无爱做啦吼。咱家己本身有惰性啦吼，对社会失望啦，对家庭无欲望啦，对啥物拢总无爱，种放弃的一半吼，伊心情啊，甲伊心境，拢毋是讲介正常。所以咱有个人咧讲讲，失败之人。一定有可恶之处啦吼，也是讲吼，可怜的人一定有可恶的所在。啊，有诶可恶的所在咧，爸母饲诶，人有咧足有责任诶，啊，有咧足无责任诶，伊都要干呐，倒遐害来害去啊吼。啊，都人也好伊，啊，你有欢喜就食，无欢喜卖嫌。啊，所以这种心境的问题，所以人是爱修，都是因为无修。所以呢，伊才会甘愿伫迄个所在做节油，伊嘛甘愿伫迄个所在讲食饱无所事事。咱讲讲扫一个涂骹垃圾，卖使做工程呢。吼啊，平常时啊呢，吼啊，土地公庙嘛，太来甲整理呢。啊，咱人敢讲干呐食饱，营营伫遐咧练喙花。这练喙花的人有练喙花的卡相。吼啊，咱讲看因安尼吼，啊，咱想要摕一个物件温暖一下，无一定吼人甲咱接受，嘛无一定人甲咱说多些。哦，啊，这种啊，这拢不要紧。啊，既然咱都想要做啊，哦，啊，那两句啊话，你都切切掉。哦，伊讲无喏，你咱咧看到吼，就看到安尼，咱都真欢喜心提要人食。哎，该因为迄几句话吼，互我感觉我无猜，我徛腿要徛遮久，徛来到遮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，咱人吼都是有时安尼吼，想要做，啊，你搁做了无怪欢喜心啊，你去拄到这种啊，去用泼冷水。哦、你会感觉安怎啊？好事未做你啦！啊，这人吼、哦、都免安怎？实在讲的吼，人有足侪种人啊。有个人足感恩的啦，你提物件或者也足感恩。有个人他不懂得感恩呐、啊，他也不懂得惜福啦吼。啊，你茫甲这种人计较，你甲这种人计较，你无快活也是你呢。吼、哦，你心情歹嘛是你呢，伊无差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人呢，伫天地内底吼，什么款人拢有啦，都一样生。百样人的生活，无同款的心情，无同款的心境去对待即卖世风日下。啊，既然是世风日下，咱人都是安尼，啊，恁都免去计较伤济啦，你讲是毋是呢？所以吼、哦，咱即卖咧讲着吼，咱的心情咧讲，耳康臭鱼人诶，吼、哦、啊，凡世人是有一样好诶，好伊咧。我靠臭伊人的人，不过呢，人伊目睭真金呢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就是在讲啥？讲聋者善于事嘛，因其鱼耳钻木，吼、哦，所以能治其名。有的人讲啊，我耳孔无听到，不过我目睭会足认真看，啊，我用足专心的去判断代志。所以颠倒呢，无听到，吼、哦，不过呢，人伊还佫有另外一项啥？另外一项巧气。所以你也看，咱人有沾种也好，还是讲咱咧看到吼，人迄个吼脚手啥，这种的这拢未使去人讲吼，啊人天生是因为因果啦，做无好啊，是因为啥物代志，所以这世人才会出事安尼。其实拢是因为吼，咱有真济吼，啊咱讲有个人讲预防病啦吼，还是讲注这预防病毒啦，是注这小儿麻痹啦，注啥啦，其实
这是吼，拄好迄个时阵哦，拄好流行什么病，即甲咱人的因果也要撇开啦吼，袂使讲啊人生做安怎，咱就讲讲迄就是做了无好啦，因果报应还是安怎，绝对不是。所以讲一个臭耳人诶，吼，伊颠倒目睭真金，伊唔敢那讲目睭金俩，他没有耳聪，但是他目明，但是他的心智很明，他的心智很清楚，伊无听到伊心底真清楚。啊、所以讲，咱呢，那是有一挂吼，咱讲啊欠点，咱另外一种呢，翘起，这上天就是讲哦，甲你关一扇窗，伊就甲你为你开一扇门啦。好、哦，他会为你开一扇门，就是讲人绝对无啥，无十全十美，但是人只要你有要用心啦，我相信讲吼、哦，有真济吼，咱好卡好手的人，四肢吼、哦、啊，咱讲好看起来，咱人拢正常的人。你做不到的事情，有你做不到的事啊，别人为什么可以做到啊？这就是咱常在讲，如果在运行当中，如果咱准确去了解这个世间人，咱也要去运用这个日头暗时24点钟你给分配的好事。生命咱来到这个世间，生命只是时光的过客，生命是时光的过客，明白初心是天地来照用的，有着君子之命，吼，达以兼济天下嘛，吼。啊，但是咱讲吼，咱若是如果讲是缺食毒机毒，啊，咱讲啥，弄者善于事嘛，吼。啊，就是咧讲着，咱今日个脑中讲身躯有欠缺，咱明白咱今日个身躯有欠缺，咱就特别搁较认真啦，比人迄脚手正常个人也搁较认真，也搁较认分。所以讲兼职，吼，就是咧讲着咱反是机心个人。啊，倒一搭无够坐庄的人，咱反倒转，咱也阁战战兢兢啦，日日为咱家己的生活，啊，恁家己也阁较认真啦，阁较守本分啦，你讲是毋是呢？咱来听一段圣歌，然后再过来跟咱的朋友开讲啊！吼。
你即马在收听即块佛经吼，佛经。昨天要成功，服务电话5916045。都在听歌，也够咱的朋友呢，较现场。然后梅香师姐拜道明仔载要开灯哦，啊，阮敢会再去对拜？当然可以啦吼。啊，佫一项就讲要安道的，同款咱开灯就是专属所有灯全部开。全部拢总是伫道场内底，咱个正月十五进前，咱要个安道的，要安主笔道都可以啦吼。因咱拢有个加一寡道量出来吼，因安尼个看，那就今年的道无啥够，所以咱就个加36道，好，个加36道造出来。安尼呢，咱就等于吼，咱会一旦吼，和咱即个吼道亲啦吼啊，等来要安呢，有通安啦，过来讲吼啊，咱要吼过年了，啊，拄好过年来拜拜的时阵，才看到人在安道啊！我嘛想要安，安尼好有道安，安尼呢总道量呢也够吼啊！今麦搁加，今麦搁加，搁加用36道，搁加加落，安尼都有够人哦！吼，合村呢有个人呢也未登记的，吼，咱要登记嘛是有迄个道量用登记啦吼。所以伫遮呢，甲恁朋友讲者吼，明仔载是开灯啦吼，啊要安道啊，赶快来晒哦！因咱开灯了后，就是整个道场所有个正式的灯，全部拢伫咱母娘的这个坛内底面，吼，依然赶快，甲咱安尼整整齐齐啦吼。有咱的道士吼，365度的运转啊，伫遐晒，哦，这个光啦吼，这个光吼，伊个赶快拢照射会到每一个所在，面面俱到啦吼。啊，所以讲道场。开灯了后，伊就是全部的道，就是全部加持，全部开灯啊！啊，咱呢后边再过来吼拜道参加，咱只要一个姓名，然后啊主人做道士的啊，咱呢四条月龄拢总会使补充啦，也过会使安咯吼。咱两一个高雄的几个朋友啦吼，啊，伫问啦，因伊拢讲吼，咱来去甲对了，定拢讲修缘啦吼，啊，定着都讲修缘，啊，咱拢讲要修缘吼，啊，要还愿啦吼，修缘还愿是回到咱生命出处的最早原点，啊，这就叫还愿啦，对不？啊，这哪有啥物讲安尼，互咱咧想袂清的啦，啊，哪这还愿啦吼，还愿。是回到生命初处的最早原点的原天，咱为对来，啊，咱就要为对等伊，啊，咱就叫做还愿，对不？好啊，修缘，咱也是如果讲，今日去咱来这人世间，现在无圆满，就是有表示足侪欠缺，有真侪咱无法度去做个圆满，十全十美人无十全十美，你都无法度去，好，咱讲圆满嘛，圆满就是讲有欠缺，无够圆满，咱就搁来世间，搁再搁安怎，搁再。修一届，那可比讲，咱有修才六七分啊嘛。有因缘过来世间做三载之一的人，啊，既然都因缘来这世间做三载之一的人，这是偌可贵的，甘知？天地人三载呢？啊，所以咱来修五分，还够五分呢？吼，这成绩单，吼，伫这个人间啊，够当来拼一挂吼，考试单，吼，咱加减啊考，吼，啊，这就叫做啥？修缘啊，修咱内在圆满啊，修咱内在。所以咱内在所有一切不圆满的思想观啦、啊、吼、心念啦、啊、种种的这挂碍，无法度挂下这情，吼、哦，咱就系讲温暖情受这四字，也阁阿未了愿呢，吼、哦，这的拢总是，啊，拢总是呢，咱就是要修缘，啊，修缘就修圆满，啊，来讲要还原、还本，吼、哦，这个还原就是回到咱生命出处最早的原点，伊就是还原原来嘛。恢复原来，这还原，迄、那个意思就接近了嘛吼。只不过呢吼，咱用途有所差别啦吼。咱两个还原大部分是用在精神上的啦吼，精神上的还原。因为咱若无精神上的还原，咱的精神，咱的精神都是带动咱人的思维呢。精神，哦，你精神啊，足好，你咧讲话当然嘛是足准的吼。啊，咱咧甲人吼咧处理代志。都对有一定的标准的嘞，所以用精神来还原呐。好、哦，这个精神还原，如一，好、哦，咱俩讲如一，咱的元复数嘛，好、哦，干那一元复数，赶快的一数，运行，
吼、哦，咱来这世间来，咱无得圆满的。啊，恁姊妹来这吼、哦，已经来要来圆满了。这圆满就是咱咧讲修行的意思啊，圆满完成啊，重新开始。所以讲，咱这个圆向里真去圆，就是万物之始啊，翻圆的用意是取许啦，咱的元神啦、啊，好、哦，咱会取许咱的元神啊，就是咧讲人灵回归心灵的来处。啊，咱人灵要回归心灵的来处。翻圆，哦，大部分都是用在这物质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讲哦，咱身体生理上呢，吼、哦，这拢总是咱经过吼，咱讲几番波折来世间来出世，咱要恢复个，吼、哦，叫做翻圆，啊，要恢复个，咱诶这个吼、哦、意识、甲心识、甲这种种先后天的神，咱定讲先天神甲后天神同款，咱呢。爱学心明啦，要安怎去修噶？吼、哦，咱讲会当做神，会当做佛，吼、哦，会当来还原。咱学道理就是在明理啊，明白这个宇宙生成运行规律，这里拢有学啊。好、哦，好咱呢，知影人生的意义伫对啊。咱知影追求依循什么款的道理，会当善尽这个责任，善尽责任啦、啊，这是做人嘛。咱做人呢，当善尽责任，达成任务返归。啊，就是清净心灵嘛，清净咱的心灵，咱无欠人啊，对不？啊，咱既然也无欠人，就无人来讨，啊，就无因，啊，蛮无个做心因，啊，就无果啊。啊，所以讲伫咱这道教的讲到身心炼粮来对，咱最主要嘛是希望安怎？伊人咱会当成就成仙呐，成真，吼、哦，以道合真嘛，吼、哦，成仙以道相合，天地同修嘛。咱重要过程就是先爱安怎？先要练咱精华的心德，所以咱就会讲到练精，吼练练气嘛，练精就会化气，练气就养神。既然练精会化气，练气化神，吼、哦、啊，咱的练神的欢喜，练气的合，咱讲练气的合道，在高层境界内对心性修为，那这就是咱要继续安怎，继续还原修缘呐，修缘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讲缘者心灵出处。反者修炼圆满呐，好、哦、圆就是咱讲，咱是原则神灵的出处，这个圆就是咱心灵的出处啦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要转就是修炼的圆满，啊回归虚无的太极圆向的原点，这是讲啊修多者，咱照这个金科玉律顺行，好、哦，咱讲顺者成人，逆者成仙嘛，这最佳的佐证就伫遮啊，所以没想已经讲过啊。啊，咱嘛是同款，有足侪虽然这嘛是咧讲逆，也就是转。人讲迷途、迷性、迷失，在人海茫茫内底人生，所以讲有道，当然都有一挂魔气人啦吼。讲金魔容易脱，金魔容易脱身难呐，学道容易成道难呐。这没啥嘛讲过，故意啊变，个故意啊变啦吼。但是啊嘛是，还佫有人会佫问同款的啦吼。所以应证就是咧讲。人在人性的气焰内底，需要不断改敌这个魔性的诱惑啦。咱这话多呢，往上修炼，吼、哦、啊，人拢总是经过安怎千锤百炼，最后才会当合道嘛。在这个合理的过程当中，本来就是需要安怎，需要咱吼、哦、循循善诱嘛，修正改善，吼、哦、正是心性的修炼嘛，修正改善，所以咱人呢。因为拢总定定会犯唔对，啊，咱即马知影反悔，啊，反悔了又搁犯，啊，搁再犯，安尼一直哩犯。所以吼、哦，咱修正改善，吼、哦，咱就是爱善护他，循循善诱，修正改善，咱的人的这个路途内底必然一定有一挂啥引诱啦，吼、哦，有一挂引诱，啊，所以咱对贪嗔痴内底跳袂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安尼。啊，这就是咱呢，跟啊，定来咧讲的吼，人呢，啊，在生活中呢，咱拢足想要啥，雄雄呢去钓乐透安尼吼，啊，雄雄去得到啥，啊，是讲雄雄有一个真正新鲜降临，哦，啊，甲恁讲甲，互咱，我都足清楚，但是呢。呢，两日啊，足欢喜，好，咱那像拄到高人，咱就拄到足好的老师呢，吼，伊讲的我像拢听有呢，但是呢，听听咧欢喜无几工呢。哎、欸，啊，若讲两工呢，搁去拄到，哎、欸，又搁入魔，又搁同款，新鲜都搁放呀，又搁是希望安怎，搁较紧的，看搁较紧的途径嘛。啊，若想要搁较紧的途径，咱就搬大练，
迄就叫禁魔啊。禁魔伊就甲你讲，我马上甲你灌顶，你马上成就啊！你做偌济功德，恁兜的公阿妈就拢成仙啊！吼、哦，你灌几百万，恁兜就拢总无业障啊，就无因果啊，拢无人来甲你讨。哇，咱又搁办大修啊，又搁办大，搁为头啊，头头啊来，吼、哦。啊，无法度修正改善咱的想法，拢想讲愈紧愈好，愈紧愈好，卖欠人愈紧愈好。但是呢，吼，迄个愈紧愈好就是魔刀啊！啊，是魔刀。咱讲吼，入魔刀你要脱身就足难啦，因为伊甲你讲的拢那袂像你钓乐透同款的。人生有几个头奖啦，吼、哦，很少啦。买乐透钓的人嘛是一夜成富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买乐透的人到尾啊，最后遐钱开开咧。欸，你甲问咧，无几个讲足好个足好个，讲钓乐透原来也不是好事。所以我常咧讲吼，不义之财天降灾，唔是咱去养头体，咱是钓乐透，但是你的福分啊无够些啊。你叫一堆钱给他带来，你咱人原来失德败德，人原来失去方向，方向也对了，不对的话你就完了。你主要钱来买啥？主要钱来买罪修，就说哦，钱足多，就较紧来吃毒啦，要住好厝啦，要驶好车，到尾生命是因为安尼，无一堆钱拢无代志，汹涌一堆钱，吼你煞唔知要安怎料理啦，吼。所以讲吼。我们不要说吼，一直吼，心善吼，人好业啊，慢慢一直心善，讲人钓乐透，慢慢一直心善，人钓头奖，世间无个啦吼。那有是人一时的福报，伊嘛爱去好好去料理遐钱，伊迄个德则袂因为钱来败掉去啦吼。你讲是毋是呢？所以人人五道轻修嘛，轻灵风灵有成嘛，在这心性修炼当中。迄都唔是讲安尼三两工伊就成就诶，甲唔是讲好老师甲你灌顶，还是讲用啥物款来做哦？你一届功德甲做足济，没想着讲一句话啦，一工爱食三顿啦。啊，你讲我食一顿嚼八八八，哦，一顿甲食一青汤，伊无多饱一世人呢。你甲嚼足饱，伊是艰苦济过安尼尔，但是甲阿妈伊还同款，伊还同款过枵。所以讲人嚼三顿，安尼你就安尼去加分。咱经历吼，就是这个，咱讲不管讲心性上啊，还是讲咱去拄到一挂代志，即个岁月吼，在过的当中有好好歹歹，即咱需要去甲探讨嘛。所以咱即嘛二十一世纪的新兴的灵学，拢在探讨啥？即嘛做侪灵学，拢在探讨心灵，要安怎去提升呢？吼，啊，要安怎讲伫人？哦，这个人灵的修行，翻归心灵的这个必要的认知，为什么现在灵学有这么多？哦，有这么多人要学灵学，有这么多人要学，哦，啊，但是呢，学到尾啊呢，咱敢真正，你真正的哦，有遇到了真知灼见的好老师，哦，真正给咱安排个吼，和咱安尼也袂跌人上。人修行是爱愈修心愈少代志，哦，啊，愈少跨界。过来就是爱愈行愈正确，啊，心内底面的物件愈来愈少，好，愈来愈单纯，咱人就会愉悦，会快乐，啊，你才叫做真的，你有与咱的神识共识。重要的就是心灵上的处理嘛。所以讲，人类的灵，啊，不管先天后天啦，还是普通的好，还是什么款的拢好，各种灵体的人，伊拢有来自无同款的个性甲特性。啊！但是命格来到这个世间，不管你是先天灵、后天灵，你有神经无神经啊？人性总是希望宗教咱的心性、心佛，和咱感悟了后，或者认知啦，吼、哦，降凡来这就是补偿的吼，来这就是求救赎的。啊，咱就是爱好好啊去甲做。既然轮回转世啊，吼，啊，咱就是暂时啦，吼、哦，咱就是好好啊去甲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讲不管讲咱谈先天啦、啊，谈后天啦、啊，还原，就是拄只咪先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希望讲找到咱原灵的出处。修缘就是卖阁还，顶世人啦，也阁行未了，功课也阁有几啊分还袂做诶，那咱就甲做啊满分。吼、哦，如果讲咱就一半一半，啊，阁上好修啦吼、哦。希望讲我们在历练的试炼当中啦，能够通过，也阁会当完成任务使命，也阁会当人灵回返心灵的境界。因为要过较好啦吼，啊，所以梅香讲过啊，啊嘛希望讲咱的朋友听过啊，啊咱唔知啊一挂，搁再搁来嘅，咱一挂好学啦。希望讲吼，啊梅香来讲到这个还愿修缘啦吼，最主要是
原来就是这样而已啦吼，也唔通为着修缘啦，嘛唔通为着讲吼要还本还愿啦吼，爱去安尼打拼吼，一挂安尼灵山宝地安尼晓噶安尼，一世界灵山洞府拢晓过啊，你该行拢行过，你该经历拢经过啊，但是犹阁是无找到倒来原来的你，你想要爱啥，你还不知道。安尼咱就是愈修愈灰，啊路愈行愈复杂，到尾啊吼修到尾啊，有个人足济人怎啊？索性就不走了，就放下了，不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起点，没有人讲到终点啊。有讲到终点又不清不楚啊。但是原来的我们要的归依处在哪里？好，又讲不清楚啊。各位也得安怎啊？索性不要了。有足多人安尼，路行到一半啊。所以讲吼，咱要会当呢吼接受一个真正正知正见的人，人讲都讲无味啊。先来讲道无味，道本来就叫你爱做好尔，无其他诶代志。吼、哦，学道本来就叫你讲，甲心思调好正，歪诶偏诶邪拢甲调好正，负面诶拢甲调好正。啊，讲道，若要甲讲讲，啊，就安尼甲跳过就够啊。啊，你要甲讲一堆，伊嘛听无。啊，是安尼爱循循善诱，循循善诱做，就咱诶头壳都无遐好，地位都无遐好，无咧随听随我倒去做诶。所以咱就是爱逐工讲，啊讲过啊，嘛搁着提来论，啊搁甲讲，啊论甲大家拢听有。人讲电脑啊过水嘛要印象啦吼，上无啦，迄电脑无都得水，但是迄电脑若呛过水，因为上无嘛无遐所谓灰尘垃圾，啊咱就加减甲听过，诶虽然袂记哩，啊搁甲听，诶听到尾你嘛知影讲，啊修道就足简单诶啊，吼、哦，都甲人心归正。把人心归正、哦、把所有一切恶念转为善念，因为你啊，啊，因为阿你讲道理啊，讲阿没想你讲二十一年讲遐久，阿你讲遐尼久啊，都是讲到今嘛来，哦，啊，都大家嘛做明白个，就是安尼尔。对，虽然无你的脚步，哦，对，虽然的佛祖的脚步，对，虽然菩萨的脚步，对，虽然这神圣的脚步，人拢是做神啊，伫天，咱都恶因安尼就对啊，啊，唔免一世界啦吼。安尼哭哭撞啦，撞到尾啊吼！啊，咱讲吼，逐工做嘅工课、赚嘅钱啊，拢总是负债伫诶即个吼。咱讲为着要修行、要了解安尼，咱就感觉吼，咱一世人行到真无用，但是嘛足唔得啦吼。原来到最后，咱嘅头壳唔知有要保持啊清醒，咱嘅灵唔知有保持到遐清醒，咱嘅灵界唔知有提升，无咱家己嘛无信心呢，没有信心，而且呢，吼愈行煞愈惊吓。那你就无采工啊！头前面种的这个根呐吼，咱无一直呢，甲延伸到最后，咱甲真正有修行啊，无修行，咱家己煞唔知啦吼。啊，这就是看你家己，你的定力老高呀，你勇猛精进，咱的头壳地灵未去哦，汹涌。吼，我讲头壳那像去哦挪去啊呢吼，唔知马在后日啊吼，啊是讲这子孙啊拢未记哩，啊你所读的经书拢未记哩了安尼话。咱个头壳智能拢未清楚的时阵，上惊是老人痴呆症，上惊是身体病痛甲咱磨。啊，咱即马爱愈修愈简单，啊，想法啊愈简单。啊，咱即个能量能光哦，它会越简单越光明啦。啊，再听会越精进啦，你讲是毋是呢？来，咱来听这段《无极虚空地妙大自尊》。无休
即马所收听一段木吉虚空地庙大自尊，咱讲圣歌个听一段啊，即无呢进入那个后边段吼，来进一段广告。是咱必胜工作甘蔗香品香香款速茶贡末小盘香普灵灯，咱那是如果讲咱有咧用呢吼，咱的香是灵草所做的，所以咱讲天然的上好，天然的香。最主要是讲无污染啦吼，咱有抽三抽六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啊，咱有做24点钟的手工香款，啊，种用同款的香料，所以讲这个香的材料足重要。啊，咱就用手工来做24点钟的香款。啊，咱如果有需要服务，吼，咱的寄送咱的香啦吼，抽三抽六，甲咱的香款，好，啊是讲小盘香，咱有一斤105块，足够好用的。啊，咱的贡末，啊毛骨较生长的吼，1000块。一斤的上板成粉，啊，咱若要1000块，咱就上一个盘。好，啊，咱如果讲咱的家庭要用，你要甲用更加精华、较好的，好，哦，咱就是用这个上板成粉，1/半斤500，1斤1000。啊，你啊，请一斤，咱就上一个。好，哦，咱讲这个内底，吼，哦，咱点特殊的这个上板成粉的盘，啊，那是可以这样，吼，哦，安尼慢慢啊甲用，啊，你甲看迄个味无同款啦，吼，哦，即内底有降丁。所以讲，咱啊，如果吼，啊，咱要用啊，日常生活咧用诶，早时、暗时，咱都烧香点火要加重这个香烟呢。咱有1斤105块，俗个好用诶。好，咱慈天毕生讲咧，咱后期咱都拢有咧点吼。用奇怪啊，恁咧香供到遮大供呢吼，供物啊，那目睭未嫌，未流目油，伊这是咱特殊诶配方啦吼。虽然1斤105块，但是伊诶供物真好用啦吼，直接甲咱报告。慈天毕生讲。所感谢香品啦吼，以上是广告哦。过来就是讲吼，咱讲安道，每张来听讲啊，拜道呢吼，最主要就是和咱的家庭啦吼，啊加咱的这个事业吼，啊囡啊文昌定吉吼，人讲拜道就雕拜咱的元神本命星啦吼，所以人讲道星吼，都是加咱的这个日常生活。吼，哦，啊，甲咱本人的这个吼命根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人讲南道祝福，北道消灾啦吼，所以人讲拜道拜道，道中拜道，佛中放焰口，拜道是道教吼，唯一会当为人消灾解厄、祈福延寿的科仪啦吼，所以咱明仔载呢，11月18日，咱就是要开灯啊哦，啊，咱啊安奉吼，啊，咱这个道灯，啊，咱都免讲再个安迄个吼太岁灯。那今年呢吼，咱讲对冲太岁，然后咱免了安太岁，吼，咱拢姜拢甲咱安啦吼，啊，咱上梁诶，吼，啊加上高诶，多差6年，多对冲啊偏冲啦吼，差3年诶，迄种较袂要紧啦吼，拢讲对冲太岁，啊有诶人吼，啊太岁有诶讲啊，我咧安着阮家己诶厅头会使无，当然嘛会使啦吼，咱逐工啊烧香点火拢甲请嘛是可以，咱一般拢是安伫诶咱姜较济啦吼，啊咱啊讲吼，咱有已经有咧安咱诶道灯哦，啊咱就会甲咱安这个太岁灯吼，啊咱讲咱对冲太岁咱卖甲咱安啦吼，所以咱讲安太岁，啊咱本年诶这個太岁神君。吼，哦，咱一心甲奉请都可以。啊，咱伫个庙咧来拜拜，咱就甲奉请咱第二太岁神君。伫咱三楼内底架起来只神君，吼，哦，咱拢有啊。第二太岁神君就伫遐静，伊就伫迄个所在坐位嘛，吼，哦。就是咱讲吼，无顺年太岁神君，伊就是伫头前面只坐位啊。架起神君咧，吼，哦，咱总该请，安就可以啊。所以讲吼，哦，咱咧拜道是咱民间流传已久的祭祀科仪呢。哦，所以讲拜道。一般人讲拜拢是有诶3天5天就甲收起来吼，啊，咱这拜道是拜年道，就是徛着就是一年啦，吼，哦，参加就是年道，就是咱讲一年当中呢，受着咱诶道生道母吼，哦，来甲咱守护，咱诶元神主宰本命光彩，所以讲拜道有一定诶功能伫咧啦吼，啊，咱讲本命为虾米讲咱诶4条本命伫咱这个道来底面，吼，哦，咱讲会当呢转好消灾，吼，哦，这就是咱讲流年呐，啊，流年运道，啊，这个道伊本身呢，吼，哦，以青换熟，哦，咱的这个道青，伊本身呢，就会当甲咱辅助，啊，所以咱讲拜道助元神，拜道防消人，咱若要参加拜道，咱拢会当吼，即马继续过会当登记，然后咱明仔载开灯，到元月15，
就是每年的正月十五以前拢讲会当拜斗，然后拢会当徛斗安尼。那以上这是咱的香片的广告，甲咱拜斗吼，而且讯息安尼。咱若要结缘，咱直接敲电话5916-05哦，外关区的道亲，咱才加一个05啦吼。咱这是宗教节目吼，咱慈天必胜宫呢，算是采咱的三清道祖啊，咱的玉皇大帝啊，甲三观大帝道祖教祖吼啊，咱的这个圆通殿有咱圆通自在天尊、观世音菩萨、药师菩萨、地藏菩萨。天上圣庙是主神领去办事，然后领天办地做。所以讲，咱也是讲第一来到宫里啦吼，啊，咱都当头一届来一楼、二楼、三楼甲拜拜吼，啊，然后甲圆通殿，咱宫整个甲设一个局，啊，再过这个七层桥安尼，拄好整个吼，整个拢是吼，慈天必胜宫哦，按、咱。要拜拜有一个顺序啦，吼，就是安尼，为一楼、二楼、三楼，然后来圆通殿。啊，了后，咱过这五爷将军、金蝉师公啦，啊，加咱的这个五皇大帝，啊，加过这个七星桥安尼，拄好咱一个，吼，拄好拜拜，拄好一个程序，一个局安尼。那恁若是有需要服务啦，唔免客气，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-05，外关区的道亲，咱再加05感恩。来，今麦来吼，感恩啦吼，咱的道亲，咱啊如果有需要，每项做服务的，5966-4499这个电话，买单甲利用啦吼。咱今麦来讲，某事十分人无完美啦吼，先来讲吼，人呢，某事，心中若某事，人就十分圆满。十分完美啦吼！啊，你讲心中的无事，除了讲吼，是我足好的，大人拢总放得落啦。啊，那无吼，咱一般人吼，拢是安尼啦，讲事无十分啦，人无完满，唔免呢，事事去吼讲去苛求啦吼，啊，处处要去吼追求，放空咱家己啦。咱讲眼阔，能容天下景啦；心阔，能容天下事啦吼。生命。是唔伫，唔是讲吼，咱一呼一念里面呐、啊，生命里面的禅意不在于一经一卷当中，而在一呼一念，吼、哦，生命心态，吼、哦，咱免落去超凡，一句一句，每一个人讲一言一理啦，吼、哦，我咧就是一张修行，行咧行咧，一咱的人生道一番的体悟啦，吼、哦，做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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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咱就哪行哪做哪行哪做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我咧就是一场修行，咱有一番的体悟，咱经过吼、哦、有只一挂问题，咱才有法度去正，吼、哦、咱讲正能量。今日囡仔拄着吼，咱无好的代志，啊，咱经过了后，咱就阁加一份正能量。啊，所有的这个经历，咱唔才会知影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咱阿咧埋怨，埋怨讲啊，啥物时阵吼，啊去做了安怎吼、哦？咱讲当你埋怨命运对你折磨的时阵。你应该感谢上天啦！啊，讲啊，我伫遐个艰苦艰难的代志，终于我行过来，吼、哦！啊，就是讲上天给咱帮助，啊，给咱家己有这个智慧感应，吼、哦！咱这个感应了后，咱就会去感谢。讲一路陪伴你的，无一定是为难你的朋友，也是讲无一定讲，和你呢跋倒的朋友，也是讲乌骨头你条朋友，吼、哦！因为这呢，拢是呢。在咱生命当中，每一个人、每一个点，拢有会经过的。有时来帮衬你的猫呢，吼、哦，咱一挂朋友，吼、哦，还有一挂亲情。所以咱讲吼，去拄着，啊，咱知影讲吼，要安怎去，吼、哦，去跳脱。迄、那个艰苦总是会过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若过，咱自然咱就会安怎，啊，咱就会去感恩啦，吼、哦。你感恩讲吼，啊，较早若无这人甲我磨练，免哪有我即卖勇敢。免啦，我今麦行过这个勇气，啊，就是因为有人磨练你，你才能够怎么样提升自己嘛，对不吼？人家佛祖人都足谦虚呢，人嘛安尼讲呢吼。佛祖讲哦，我虽然有宇宙上大的神通力，人大家嘛知影讲啊，佛祖呢是有神通的呢。但是吼、哦，佛祖伊嘛有讲啊，伊讲我有四件代志我无法度做的呢。佛祖神通妙地力，为什么有四样代志无法度做的？伊讲因果未使改啊。哦、因为咱人有自因自果啊，
啊，那别人是替代不了的，啊，所以讲这我就无法度跟你斗三工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二种就是讲咱人呢，讲啊巧巧戆戆，啊无干嘛心性来，使咱较巧嘞，使咱智慧。伊讲这伊嘛做袂到呢，为什么？伊讲智慧神嘛无法度跟你数，母娘嘛无法度跟你数，你的爸母要数你智慧。还是讲哦，即有神通妙智力的，即所谓佛菩萨，伊智慧嘛无多数乎你呢。伊讲任何人要开智慧吼，离袂开咱自身的磨练。啊，咱有跳一界出来，咱就知影出来危险嘛。所以吼、哦，唔是讲一朝被蛇咬，千年怕草绳呢。啊，咱是讲啊，经过一界跳过一界，啊，就咱经过一界就成长一界。啊，愈成长智慧就会生啊。所以咱。咱的佛祖伊就讲啊，伊讲四项伊做袂到，就因果伊无在甲你解啦，吼啊智慧伊无在乎你啦，因为任何人吼、哦、要开智慧，拢爱经过你自身所了解，有经过过，你有做过，你实在你有去磨练过，你才会生智慧啦。吼啊，搁一项就讲真法不可算啦。为啥物咱佛祖讲真法不可算？伊讲宇宙真相用言语都讲袂清楚啊。意思就讲真法为什么不可算？宇宙的真相用言语讲未清楚，讲未明白，吼，只会当靠咱人去实证，靠咱人去实证啦，吼，靠咱人目睭去实证，咱行过的路，咱去实证。安尼，这吼这真相你才有在讲，所以讲法，我家里也不一定对，啊，你不一定要提用，啊，用的人嘛爱用有对方法，啊，所以讲吼，真法不可算。宇宙真相用言语无都讲清楚，这是事实啦吼。啊，咱唔那个呐，咱释迦佛讲，咱的道祖伊嘛安尼讲，吼、哦，咱道祖道德经伊嘛讲我足清楚，名相要讲较清楚，真相你嘛讲未清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一个一项伊做未到的啦吼。伊讲伊做未到的方式就是讲，咱今日要度一个人啊，这个人甲咱都无缘呐。伊讲无缘嘛未使度，无缘嘛无在度，为什么？伊都唔入你的门。啊！你讲的话都听袂入面，吼、哦，无言不能多啊，无言之人，伊嘛是听袂入面你的话啊。所以释迦佛你讲，伊四样代志无多做，就是安尼。为啥四样代志无多做？因为咱人哦，自作自受的因果，伊无多解替代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智慧人戆戆啊，这嘛是甲咱家己本身有关系啦。吼、哦，这嘛是啊，咱家己去磨练，你智门才会开的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伊甲咱讲，这四样代志无多做，事实嘛是安尼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人呢。来到这个人世间有足侪代志你袂当做的，人释迦佛对无？伊呢修到这么高的境界，伊是宇宙大神通呢，但是伊嘛讲有四样代志无得做啊。哦，啊，咱人嘛有无得做个十全十美。啊，咱人啊拄到的时阵，咱就知影讲哦啊，这个动作啥叫功课啦吼、哦？有的人讲哦，啊，就功课拄到啊，无要紧。哦，啊，好好歹歹人生拢是安尼，洗来洗去当一年啦。所以咱讲哦，圣道。哦，含红包括咱人的每一个修心养性，甲每一个吼种种的所有者，拢是伫道内底面吼，伫道内底面。所以咱讲吼道，安尼讲嘛讲袂完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希望讲咱的道亲啦吼，咱伫个讲吼实在很创也好啦吼、哦，咱今日个志气真好啊，吼、哦、透早爬起来嘛是咧做功课，暗时爬起来嘛咧做功课，咱足认真咧做功课，啊，咱拢也袂改变吼。哦啊，咱的这个，咱还袂改变着咱的温度，还袂改变着咱的迄、那个，咱拢有咧做啊。但是啥呐，这代志拢还袂去看到好，啊，咱慢慢烦恼。你这你做过，伫拢伫你的八识田内底所存在，拢是好代志，伊拢总甲你戒掉咧。吼、哦，啊，只是讲吼、哦，咱还袂去拄着吼这个时间。所以咱来讲吼。不管讲咱今日做任何一项工课啦，咱拢无法度讲完满甲每一个众生所需求的啦。所以咱讲吼，人心性嘛有心性的难处啦吼，释迦佛嘛释迦佛的难处。啊，若讲咱释迦佛做，伊讲啊，我道理讲遮济，你若拢要听我的，啊，即马大家拢嘛无烦恼，即马大家拢嘛加超越。啊，为什么无法度超越？就一半一半，一半信的都会，伊就会去求解脱。一半信的路的人，吼、哦，也、啊、是讲有哪行哪信的人，伊自然就哪解脱。啊，所以讲每一个，吼、哦，咱讲起码这个虚化结境啦，每一个人所想的啦，所要做的啦，吼、哦，当下在这个吼、哦，在这个环境内底，你做会到无？你环境若做会到，所以有足侪人，你讲啊，修法我都也无法度，在我环境啊，佫无法度，我就修心就好。
你叫我出来服务好劳啦吼，啊，是讲叫我来做啥物，我都还没有，时机还不到。啊，这时机还不到的时阵，你嘛袂使甲强强叫伊讲伊一定爱安怎吼，所以因人呐、啊，所以咱讲做事因人，因一个人的时间。重点时间呢、啊？你自己有抓紧时间，你有你才会做到啊！啊，你若无的时阵，你讲安怎做嘛无效？你讲是不是呢？来讲到新的讲保庇是绝对会啦吼！像晋江哦，咱一个书记吼，真紧张啦，拄着因家吼，啊，一个囡仔呢吼，拄好发生一挂问题吼，啊，你讲大惊细惊，吼问题拢有啦吼，哎呦，处理你的吼，啊，讲囡仔已经吼。啊，本来伫交病房，啊，即马咧已经吼、哦、较安定啊，吼、哦、已经较安定啊吼，啊，所以有时吼、哦，咱有真济吼，咱讲伫即个人管内底，会发生一挂问题啦吼，啊，有诶囡仔拄着车管啦，有诶囡仔咧啊拄着一挂吼、哦、啊身体问题啦吼，啊，即辛苦病痛，其实每一个人拢会啦，即每一个家庭拢会，啊，只是大会、细会，啊，咱无多去预防啦吼，啊，所以有时吼、哦，咱讲下晡是两点半，咱若咧做事。好囡仔呢，该预防爱去甲预防。咱讲温是用保护的，卖代志拄着在咧撞啦吼。但是每一个人拢唔知影讲啊，这逐工吼暗麻麻，啥物人知影讲啊？厝内底发生啥物代志，无人知啦吼。但是呢，咱讲有预防，温嘛是爱预防啦。啊，囡仔你也讲定在咧想吼，啊，咱呢车管甲处理你的，自然大个换细个，细个化平安啦吼。所以咱希望讲吼。下晡时两点半，这些时间最主要是要咱问，吼、哦、问啥？就是讲还未到的代志，互咱知，啊，咱会当个化解，个化解较细咧，吼、哦，咱讲细化平安。所以神圣呢，吼、哦，伊来世间最主要嘛是，唔是干那引导咱人向善向修啦，吼、哦，嘛是会甲咱解决一挂问题啦，吼、哦。来，明仔载是咱的十一月十八，嘛是咱慈天必生讲大圣事啦，吼、哦，是咱无顺年吉安礼道，吼、哦，这个、发挥，然后咱讲。啊，咱讲请书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会当吼，和咱三清道祖吼，啊，咱的玉皇大天尊、紫微大帝、斗罗元君，和咱的道场呢吼，咱奉请吼，咱的四灵二十八相神君呐吼，五道神君吼，会当呢吼来加持普照，和咱来吼开顶一切顺利啦吼、哦。啊，每年的无顺利吼，这个道科呢吼，啊，就算讲明天早上啊开顶啦吼，伫遮呢，嘛祝福大家吼、哦、一个。有安道，咱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吼、哦，咱期待着咱每一个好朋友啊，伫只安道，咱有当事事吉祥平安。啊，伫只祝大家再见，拜拜。